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字符型啊变量啊。字符型的话呢，我们呢用什么呢？叫做下类型。但有些人很奇怪是吧，老师啊？那么这个话呢，下类型你前面不是说过它是最小的整形单位吗？那么它怎么可以存字符呢？啊，那这一块带着这个疑问，那么我们来是吧，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叫做字符型啊？那么以及它怎么存这个字符的啊？那么来看一下。好，首先话呢，我们呢这个这话呢，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阿斯玛表，是吧？完了还有一个字符型变量的赋值，是吧？那么以及阿斯玛的话一些可见的字符，然后数字与这个字符等等。好了，然后这块呢，我们先这个说这么多，我们呢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字符型变量啊？那这个时候注意一下，字符型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恰类型，那这种话比较定了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我们知道，我问大家我能赋值可不可以？对吧？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什么最小整形的，占一个字节嘛，一个字节8位嘛，是吧？然后它是可以呢被存实的。那注意，那我刚才说了，这个变量它还可以存什么呢？还可以存一个字符，字符的话就是 A B C D E F 的，你字符用什么？用单引号引起来，这个就是一个字符。好了，那么我问大家，你看这定义了一个变量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不是占一个字节啊？叫 CH。好，这个是不是存在计算机里面？大家知道。在计算机中啊，如果你赋一个10，里面是不是存着10啊？那如果你赋了一个 A 呢？那大家想想，它里面是不是存着这个 A 字符呢？注意，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计算机中只能存储什么二进制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呢为了是吧存这个 A 字符，那么我们呢要存这个 A 字符所对应的二进制的值。啊，那么二进制值到底是多少呢？会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表，当然它是吧？有一张表，在表中呢去表示了这个字符所对应的一个二进制的数，是吧？这个二进制数的话，当然这个数的话呢，可以以二进制表示，也可以呢16进制，也可以呢是8进制表示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数的话呢，这个每个字符它会对应一个什么？对应一个数啊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内存里面存 A 的时候呢，并不是存的这个 A，而是存的这个 A 呢所对应的那个。是吧？那个值，我们把那个值呢叫做是吧？ASCII 值，因为呢，这个里面用的是一张 ASCII 的一个表，这个表里面呢记录了每个字符所对应的 ASCII 值啊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是吧？你随便百度一下，里面都有这个 ASCII 的表，ASCII 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每个字符呢都会对应一个，比较举个例子，我们呢找了一个比较大 A 字符，大 A 字符呢注意它的 ASCII 值呢注意是65，说。你呢给一个 CH 恰型的变量 CH，然后呢给它赋一个是吧 A 大写的 A 字符的时候，实际上的话呢，这个 CH 啊，它里面保存的时候并不是保存的什么呀，并不是保存的这个是这个是 A 字符，而是保存的 A 字符的 ASCII 值，保存的是多少？65，要注意哈，保存的是65，当然最终存的还是65的这个二进制嘛，因为我们的内存里面只能存二进制嘛，一样的。说你呢，是吧？定义了一个恰型的 CH，它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字符 A 小 a。好了，那么也是话呢，另一边呢是在内存里开辟空间的呀。然后呢，这个变量的话呢叫 CH。那么这里面去存的时候是存的 A 字符吗？对，不是，存的是 A 字符所定的 ASCII 值，存的是97。啊，一定要注意哈。那么这个表的话呢，就是对应了我们大多数这个一些字符它所对应的 ASCII 值，是吧？大家看一下这些话呢，这个零就是我们的。它对应的一些这个字符，ASCII 值零对应的是空啊，然后呢还有这么多啊，那这里话呢，我们呢这个说一下，这个十呢，其实这个 LF 其实它就是反斜杠，就是换行啊，放行符啊，后面会讲啊，要放行符啊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字表符是吧？那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呢其实要大家记的话呢，记哪些呢？大家注意一下，首先呢大 A 65，小 A 97，它们两个之间差了32，对。差了32，小 a 和大 a 差了32，那大 b 呢是66，小 b 呢是98啊，98，所以这个是注意一下。好了，那这个话呢，还有一个要大家注意的，就是我们的一个零啊，零字符，字符零，大家可以找一下是吧？字符零在这里，对啊，这里讲的都是字符哦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字符哦，看到没有？控制字符，对，零字符的 ASCII 值是多少？是48，这话呢要记一下。要记一下啊，那么也说呢，你存的是注意哈，如果一个变量 CH，如果等于零，
和你怎么写呢？你这样写，ch 等于字符零，对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代表的话呢，第一种在里面的话呢存的什么？存的是零，而第二种的话存的是多少？存的是48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啊，我们来对应这张表的话，我们把这张表叫做 ASCII 码表，ASCII 码值的表。那这张表中的话，记录了每个字符所对应的一个 ASCII 码值。那么你存那个字符的时候呢，其实在内存里面并不是存的那个字符，而是存的这个字符所对应的这个 ASCII 码的值，啊，一定要注意。好了，OK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 ASCII 码值了，是啊，ASCII 码值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个话呢，我们的这个是吧，说一下。那这个话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 ASCII 码值啊，最大的那个字符呢，是吧？它的 ASCII 码值多少？所以127啊。好了，那么127啊，那所以说这里时候大家才发现了，我们呢用存字符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用什么？用 char 类型的去存，是吧？你存一个字符。那么你为什么不用 short 类型呢？注意，是因为我们的这个char 类型字符型最大的 ASCII 码值呢，就是127，所以说我用一个什么呢？用一个我们的有符号的 char 类型的 ch，那么就是有符号的 char 类型就可以存得下，是吧？所有的字符啊，那么最大的127，那么其他的话是都可以存得下，所以话呢是这样的，所以说我们把它叫做字符型，是这样的哈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呢把这个了解了一下啊，这个话呢就是这样的啊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其实字符形变的话呢，取值范围的话呢，这个注意，我们一般的话呢，字符形是字符的话呢，形变量的话呢，如果你是怎么定义的，是吧？如果你是什么呢？零是 ch 恰，那么这个就是说，就是我们的负的128到正的127啊，正的127。如果你是无符号的，那么就是零到255，是吧？啊，那么这个你最多可以存256个嘛，是吧？零到255嘛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字符呢，这个只有什么127啊就够了啊就够了哈。好了，那这话呢，我们来简单的什么是字符型的一个量是吧？ASCII 码表刚才话呢，其实已经大家看到了啊，这个 ASCII 码表里面话呢，一个 ASCII 码值呢占八位啊，一个 ASCII 码值占八位。那么而为什么占八位呢？就是我们你想一下嘛，这个 ASCII 码值不就是零到多少？零到127嘛，那么最大的127的话，你去存的时候的话，如果是一个是吧，有符号的话呢，那么也就是什么，也就是零，然后后面全是什么，全是幺嘛，是吧？啊，就这个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存得下，叫 char 类型的话，能存得下所有的 ASCII 码值，ASCII 码是吧？啊，这样的，然后的话占几位，这个话呢，我们呢就刚才给他说了啊，然后这话呢，他说了这个零到31号呢，即第127号，要共33个是控制字符。比如说什么法型的 n 呐、啊，是吧？这个什么 table 啊，等等啊，一些这个专用的字符，是吧？还有呢，LF 就是我们的换行，C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回车，FF 换页，delay 呢删除，是吧？哎、这是第二是我们的报警啊，通讯字符的话呢有这些，当然这块我们都用的很少啊，用的很少。那一般来讲的话呢，这里话呢大家要记的时候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什么？零字符是48。小 a 字符那么是97，大 A 字符是65，然后呢，小 a 和大 a 之间呢相差了32，大家只要把这个记住，那么你这张表的话呢，就基本上记得差不多了啊，记得差不多了，是吧？这个话呢要注意一下啊，要注意一下，这是我们的 ASCII 码表啊。当然，当 ASCII 码值的话呢为零的时候，它表示第0号字符啊；当 ASCII 码值的为97的时候，表示第97号字符啊。右边的话呢用于 ASCII 码的存储，因此的话可以将 ASCII 码值的话97。付给我们的变量来查看97到底是什么字符是什么。那这里的话呢，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现象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字符型。ASCII 码值，来看一下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大家注意一下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假如说我问大家，如果我这里的话呢，定义了一个什么？定义了一个大型的变量，然后呢，给它等一个什么？等于97，是吧？等于97。那注意，这97的话呢，里面存的是什么东西？存的是模板方 d，可以打印吧？这是一个 int 类型的数码，是吧？存的这个我们的存 ch 打印的就是97嘛。那注意，我还能什么呢？我想打印什么呢？如果啊，我想打印什么呢？我想打印97。ASCII 码值
对应叫什么呢？就是对应的这个字符怎么打印呢？注意，按打印，反方 C 就打印字符，然后这块呢就写什么呢？写 CH 就行了。这就是97啊，打印97这个 ASCII 码值所对应的字符，就是打印一个字符就是9C 啊。因为的话，在计算机里面存的永远都是二进制，那么输出的格式呢，我们可以是十进制，也可以16进制，可以呢是八进制，也可以呢是100C，100C 呢就是打印它所对应的 ASCII 码值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了，那我们呢这里话呢，这个右击设置为启动项目，搜一下，好了，小 A 啊，那97是不是也打印了？这都可以打印嘛，是吧？那我问大家，如果我这样写呢？首先看 CH 啊，那等于字符什么小 a。好了，我看现象是不是一样的？看一下现象是一模一样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实际上话呢，你这句话哪句话呢？这句话副词的这句话，其实呢，对这个单引号呢，其实就是等于多少？97。这个单引号代表取这个字符所对应 ASCII 码的值付给了 CH，比如说 CH 里面存的就是97，打印了97。这个话呢，C 打印的是97 ASCII 码值所对应的字符。啊、哦，是这样的哈，好了，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的 ASCII 表，以及的话呢，我们 ASCII 表的话怎么去是吧？这个字符的话如何去打印，用C，那么就可以呢直接是吧，把这块呢打印一下啊、哦，是这样的，啊、哦、是这样的，好了，那么这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字符型啊、哦、字符型，那这块呢我们的这个话呢需要给大家说强调的几句，所以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字符型。用变量，然后就用 char，char，大家注意，给 ch 赋值字符时，并不是将字符的，将字符那么存到，变量。这个是 CH 中，而是存储是什么呢？是 CH 的啊，存取这个字符的 ASCII 码值。要注意一下啊，就是你这里面画的存的是 ASCII 码值啊。那么我们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注意哈。然后呢，你这个打印的时候呢，打印时，那么可以呢以任意的形式输出，存到里面的话，你可以啊，比如你摆放什么呢？比如你摆放 D 是吧？摆放 X，摆放 C 是吧？摆放 O 这都可以打印，是吧？就说你存在内存就是二进制嘛。那么你最好话呢，表现出来的形式，那可以是各种形式。那注意是吧？一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ASCII 码值。谁呢？比方呢，字符零，然后它这个码值多少呢？48。然后我们呢，这个是字符什么呢？小 a 就到呢97。然后呢，字符 b 啊，字符 b 的话呢，这个是98是吧？这个话呢，你这个应该都知道。然后呢，字符什么呢？字符 i，那大 i 是多少呢？大 i 就是我们的这个95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呢还有一个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字符 b 就是我们的60，啊，这是65哈，这是66，啊，那小 a 和大 a 之间呢差了，这个是32，啊，所以话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啊，需要注意哈，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的字符型变量，那么以及我们的 ASCII 码，ASCII 码值，ASCII 码表，好，那么简单了解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的话呢，这个当然有问题的话呢，这个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前方的前方物联网的学习营里面发这个 QQ，然后问我们的老师啊，就是这样的哈。好了，那 OK，那么这个话呢，我们呢这个